我去睡觉了。啊，睡觉。那继续喝啊。那，啊，哎呀妈，来哥，来喝，走。哥。哎呦，喝那么多酒，来，快喝口水。我不喝水，我要跟我哥喝酒。你哥已经回屋睡觉去了，来，喝水。爱情。嗯。我是认真的。我知道。知道你是认真的。坤坤。那我送你回去睡觉好不好？好。走，你能行吗？我没问题。慢点啊。那不是你家，哎呀，走错位置了。走，回去了。哥，我下次再来看你啊。啊，好，下次你再来看你哥。走吧。哎，我好像听到大门响了。这有什么奇怪的？队长回来了呗。也是啊。没喝多，不就 KK 吗？我闭着眼我都能走回去。哎呀，你走错了，吴白，是这边。啊，慢点啊，小心。你没事吧？没事。你不是说你能走这些吗？小心啊，小心。我这。我没喝多啊！对，你没喝多。上当了！你说你闭着眼我都走到。小声一点。热。听话，盖好了，晚上会着凉的。辛苦你了，今天陪我爸喝那么多酒。好好睡一觉，嗯。脑袋疼，你头疼啊？嗯。说你，不能喝酒，你就别喝那么多。我跟我哥喝，我开心。你哥那是我爸，那是我爸，还有我爸那个人也真是的，都跟他说了你过敏，让你喝那么多酒，烦人。这样有没有好一点啊？嗯。下次可不能喝那么多酒了，听到没有？嗯嗯，真乖。你在这儿等着我啊，我就给你泡一杯方便水。好，你别动啊。你再陪我一会儿。不走，陪着你。我就是给你倒杯蜂蜜水，喝了能舒服一点。我就开五分钟。五分钟？就五分钟，多一分钟都不多。真乖，等我啊。
不对呀、啊，我听到好像是厨房有动静。那就是队长肚子饿了，去厨房搞吃的了。哎，柳宵夜不喊我们，不行，得找他去。沈哲。沈哲，走，找队长吃宵夜去。粮不能行了，吃吃吃，一天到晚就要吃。那你一会儿别去啊。坚持有份儿。哈，你嘴巴很倔强，身体却很诚实嘛。哼，走了。我就不去了，我这还有个 bug 呢。哎，行了 ，bug 什么 bug 呀？赶紧的，走走走走走。小白。起来喝口水，来，慢点啊，再喝一口，大口喝，大口喝，大口喝，有没有舒服一点？来，来躺下，来躺下，躺好，乖乖的。好好睡睡一觉，明天早上头肯定不疼了啊！好好睡一觉。好好睡吧，嗯。队长，吃独食可不是我们 KK 的传统啊！沈哲刚刚说了，建哲怎么办？我藏哪儿啊？嗨，我去打扮打扮吧。哎，你去哪儿啊？站不稳了，怎么去、啊？没问题。哎，哎，你慢点啊！哎，怎么没有香味，有酒味啊？哦，我知道了，你吃的是醉虾，我也要吃。不要行了，什么醉虾醉蟹的，看不出来吗？人喝酒了，喝酒了，喝酒了。嗯，队长，你没事吧？怎么突然喝酒啊？他爸让我喝的呀，他爸？谁爸？我女朋友他爸呀。你女朋友？哎，队长，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吧？不声不响谈个女朋友，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就是啊，队长，你保密工作做得也太好了。队长，你女朋友是谁呀？你就跟我说，我们认不认识？认识，你们肯定认识，而且熟得很。我知道了，肯定是联盟那个前台小黄，对不对？他给你抛过媚眼，我能看见。嗯，那就是向总那个秘书小猪，不然他为什么每天给你买早餐？嗯。RAP 的领队小周，对不对？他给你送了三次礼物了，对不对？不是，那谁呢？五百，你可以啊，这么快都登堂入室了，怎么样？老丈人对你还满意吗？什么老丈人？那是我哥。啊，那咱哥对你还满意吗？必须的嘛。到底是真嘴还是假嘴？好话倒是记得挺清楚。那你不得请兄弟们搓一顿好的呀？必须的！哎呀，酒劲上了，头疼。装，哎，装，不是每次喊他请客他就头疼。哎呀，劲儿太大了，头疼是吧？来，进去给你按啊。我喊好多了，好多了。有问题？有问题。管理员权限已开启。无聊说什么呢？队长不是在外面吗？我女朋友在里边。你女朋友在里边？队长，你带我们去看看你女朋友呗。就是啊，看看呗。想看啊？想。
我想起来了，我女朋友说了这事儿得保密，我得听她的。啊，今天的事大家都当没有看见，行不行啊？行，好，那这件事咱们以后不许再提了啊，好不好？好，回去。好，注意安全。是。怎么了？什么意思啊你？跟岳父拜把子不喊我是不是？下次也行啊。下次啊，咱桃园三结义啊。睡觉。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各位，明天8点才能起床啊。去。放心啊，在 KK， 听我的。小白。那个前台的小黄是谁啊？为什么老冲你旁边眼儿啊？还有那个小猪给你送的早餐好不好吃啊？他都给你送什么呀？平时。哎呀，脑袋疼，酒精又上了。哎呦。哎呀。哼，吴白。我真的怀疑你是真醉还是装醉啊！你快跟我说说那个小猪又是谁啊？瞎说的，我眼里只有你。时间不早了，我先回去了。我送你。现在没人，走吧。走。等一下，是不是有人偷看我们？不会吧。你回头看一下。你看我说没人吧。放心吧，我说过 KK 里我说话没人敢不听的。我还以为队长不近女色呢。是啊，看清楚了吗？是女的。废话，当然是女的。有没有内部消息？姑娘哪人？漂亮吗？漂亮。那她懂机器人吗？不懂的话和队长聊什么呀？懂，那可太懂了，完全配得上吴白。有爱情领队懂吗？这个不早了，该睡了啊，明天早上训练了。睡了，睡觉了。到底是谁啊？左一，睡觉了。啊。
给你买了苹果醋，还有解酒药，你吃了吧。苹果醋，我不是让我姐买的吗？哎，哎，你别喝了。药我给你放这儿了。来，哎呀，下来，来都来了，陪我，陪我一起喝酒。你自己酒量多差，你自己不知道吗？谁说的？我酒量很好的，我只不过现在就是有一点点那个，有一点点微醺。好好，你没醉，你先把衣服穿上行不行啊？穿上。妈呀，热死了，不穿衣服。穿上。这样。你陪我喝酒，我就穿衣服。哎，不行不行不行，对不起对不起，我忘了，我的错。你还要比赛呢，你不能喝酒。穿上。对了，吴白，我今天看了一下那个预赛名单。我预估了一下，你在四分之一的时候会遇见谁？你会碰到娜雅，我厉不厉害？厉害。娜雅那个人特别特别的卑鄙，你一定要小心他。他最擅长的就是搞心理战，故意拖延时间，特别不利索，特别的不像个男人。哎呀，你会不会穿衣服啊？衣服是这样穿的。为什么喝酒啊？不开心吗？我没有不开心，我不但不是不开心，我反而特别特别特别的高兴，因为现在韩商言、滑梯、小米还有欧强，他们都过得比过去还要好。
没有任何事情比这件事情更让我值得高兴了。啊，我这个人吧，总是不擅长告别，我总是喜欢往回看，总是喜欢想以前的事情。啊，但是我现在才明白，告别才是一件特别让人开心的事情，因为告别过去，才能迎接新的希望。什么新的希望？是吗？这个毯子，还是说你不知道机器人格斗，没有进入到这个圈子，你会做什么呢？没有如果。只要你在，如果我能早生几年，就能给你一个强大的战队和一个永不解散的承诺。
能不能不能救救我？Good morning, madam. A gentleman gave this to me yesterday. 谢谢啊。You're welcome. 谢谢啊。Wait a minute. There's also a note. We found it in the laundry. 买了苹果醋，还有解酒药，你吃了吗？下来。陪我一起喝酒。不管，你千万千万千万不要中他的圈套。醒来，恭
1500，恭喜弟弟！这场比赛我们奉献了一场世界级的较量，他真是一个了不起的长胜将军。这场比赛一定会让我们彻夜难眠的。林英，打得很棒，你也很棒。不，你是最棒的，我一定会更加努力，能早一天打败你，绝不晚一天的。你已经很棒了，林英，接下来继续加油喽。谢谢你们。祝贺你。谢谢。And now let's welcome the winner, Titi. First of all, Titi, I would like to congratulate you guys winning the championship this year. 谢谢。Is there anything that you would like to say to the audience? 首先，我要感谢 KK 俱乐部。我要感谢我的队友沈哲、九七还有周一，同时我要感谢我的对手，如果没有他们精彩的表现，我们不可能有这么精彩的比赛。 Well, as a winner, the champion, you have three choices of prizes. First, points. Second, money. And third, you can rename the competition for the next 10 years.What he will choose. And now, DT, it's time. What's your choice? 我选择。你觉得他会选什么？他马上就要超越王浩了。我选择冠名权。嗯，吴白，这是要把赛杯改成 KNK 杯吗？不改。DT, let's announce the new name for the competition for the next 10 years as your choice. 未来十年，它会被称为。福利加呗。福利加？福利加？你认识吗？我是在一次追眼睛的时候认识这个大哥哥的，而且这个大哥哥说，他说自己在这个行业有一个女神，他说那个女神就是自己的福利加。明天你会愿意吗？我的福利家，你能听见吗？这颗心一直跳动着。看这表情，他应该是知道。林队，林队，你的脸怎么红了呀？有吗？可能是这里太热了吧。我去洗把脸啊。And now, let's congratulate one more time for the champions, the winners of this year's championship, DT.帅了，队长！好，现在恭喜你！你什么情况？干嘛要署名权啊？福利加谁啊？对啊，对啊，搞这么神秘！我向你说嘛，吴白，做得不错。吴白，这次真的恭喜你了。哟，
都在这儿呢。哎，张总，张总，五百，太厉害了，这又拿了冠军。照你这速度，打遍天下无敌手了，你要没有？哎，话不多说了啊，车在外边等着，15分钟之后上车啊，大家收拾一下，晚上回去开庆功宴。走走走走走走走，你们饿死我都快。哎，你们领队呢？嗯，他好像说去洗脸了。洗脸？啊，老乡，我走了。你们先上车等我。好的，冠军队长。走吧，走吧，走了，赶紧的。未来10年，他会被称为福利加倍。有时候我在想，爱情是一个神奇的东西，因为感受它只是一瞬间的事情，不必下定决心，也不必再三考虑。那一刻，我突然想勇敢一次，为了自己的爱情。我突然想起，我有东西忘记给你了。什么呀？那天你说你拆了一整罐的巧克力都没有找到你想要的东西，我拆开了最后一颗，你看一看，这个是不是你想要的？我想要300场比赛的冠军，求一个跟你开始的机会。给我机会好吗？好。
爱情，向总，怎么办啊？我先躲起来。哎，伍佰，向总，你看见爱情了吗？我不知道啊。哎，你在这儿干嘛呢？我来回顾一下我夺冠的瞬间。哟，看不出来啊，你还挺自恋的。哎，爱情不会在里边吧？就你自己啊？不可能，就我一个人。真的就你自己？真的，不信你进去看吧。行了，我跟你开玩笑，我还得找爱情，你快点啊！哎。向总没有发现我吧？没有，走远了。那就好。抱抱。我们先回去吧，他们不是说在等着？抱一分钟就好。就一分钟啊？嗯。那我倒数喽。嗯。59。58。57。56。500。谢谢你。谢谢肖队长。啊，放这儿吧，谢谢。干啥呢？建模。哪方面呢？我用爬虫软件抓取了关键词为约会地点的讨论，把分析变量设置为女性25到30岁初次约会，然后用它们构建出了一个能够推导出最适合初次约会地点的数学模型。哇，队长，没想到啊！你也在关心社会学方面问题啊？哎，不瞒你说，我最近也在用大数据研究我们家农场的播种时间呢。但我总觉得我是不是少考虑了什么分析变量啊？要不要把季节变量也加进去啊？有道理啊，我加进去。那个周一，嗯，你帮我也煮碗面吧，我饿了。你刚才怎么不说？我现在才饿吧，您快去。我说队长，你刚才就差把你要和爱情约会的事写在脸上了，你不怕他看出来啊？他应该也看不出来啊。说的也是啊，哎，怎么样？这大数据好用吗？最终结果是什么？电影院。电影院？嗯，这么简单你还用大数据啊？啊，这大数据靠谱吗？我看看。别乱动呀！下次你就问我，像什么电影院呀、游乐场啊，对不对？小公园啊都可以，你问我吧。这大数据不靠谱。我再算几遍啊！你先回去吧。不是，我帮你，我帮你。我再算几遍。我算几遍啊。Good morning, madam. This is your hot milk. 我的热牛奶。Yes, it is. 谢谢啊。You're welcome. 牛奶应该收到了吧？喝完，早点睡啊。
奶应该收到了吧？喝完早点睡啊。谢谢你。那明天见。明天见。你也早点睡啊，晚安。这么巧？是啊，好巧啊！哟，好巧啊，这么巧！哎，是这儿啊？我真的怀疑。你是买通了好公子，嗯，要不然为什么只收藏了我们四个人的？澄清一下啊，我们俩是自己掏钱收藏的，没你们那么好运。可能这就是缘分吧。有什么吃的没？我饿了。啊，我这有。你不是爱吃巧克力的吗？怎么不肯吃了？该不会是纸条如你意之后？你就再也不吃巧克力了吧？那我吃喽。我们算是在一起了，对吧？我明白你的担忧，我只想好好跟你在一起，不想被打扰。等时机成熟了，我们再公布。倒时差好难哦，好困啊。靠这水。Baby， 你在我的梦里，晚风多么轻，温柔无边际。天空落一场太阳雨，像个奇迹，不可思议。原来是你。明天俱乐部放假，我们一起看电影好不好？
有空去关注一下网易音乐账号助攻小天才，机智如我。激动人心，终于有进展了。信助攻王得女神，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的。W 挺闷骚呢，我也想吃巧克力派。回去之后也要早点睡觉啊。嗯。晚安啦。晚安。拜拜。明天见。我不想离开你。你在想什么？没什么，就想你。你的心跳为什么这么快？现在你知道为什么了吗？睡得怎么样？你干嘛一直看着我呀？我还觉得我以前一直看的都不够呢。可是我刚醒，我脸都没洗，有什么好看的呀？你怎么样都好看。早餐我准备好了，起来吃吧。嗯。你一大早起来就开始准备这些了？啊，你赶紧吃吧，应该饿坏了。吃吧。嗯，一起吃啊。嗯。吃个这个。嗯。嗯，好吃。你感冒了，小白？没事，就是冻着了。正好，我带感冒药了，我给你冲一个三九感冒灵。
喂，妈。小白，昨天看了直播，不敢打扰你，知道你们晚上要庆功宴，怎么样？女朋友看到你夺冠，是不是特别高兴啊？嗯。那你们有没有特别庆祝啊？是庆祝了一下。妈，我想结婚了。真的吗？决定了吗？那人家同意了没有啊？嗯。太好了，我和你爸马上就订机票，后天就回来看你。好。我爸妈后天回国。后天啊？我说我想结婚了，他们马上就赶回来了。嗯，喝口水。嗯。小心烫啊。这也太快了吧。后天。嗯。你干嘛那么突然啊？大惊小怪的你。不行，我得让我妈也去上海。你跟着凑什么热闹？什么叫我凑什么热闹？我家静静是姐姐，当然得先见家长，然后再见妹妹了。我这个姐夫不能落后。喂，妈。对，赢了，但这不是重点啊，重点是什么呢？我现在就给您订酒店机票，明天一早您立刻来趟上海见一下爱丁他爸。是很突然，我也很突然，他有些事儿他就是那么突然啊。哎，我说你们俩可真够意思啊，这亲兄弟我还单着呢，你们俩就后天一起见家长了。你加油嘛啊。我还是游戏懂的，我的老哥嘛。不是你愣着干嘛，赶紧收拾东西去啊。还有时间啊，着什么急？理完咱们就走了，快点。哎呀，我的老哥。明天，嗯，说明天就到。沈家妈妈上午到，吴白爸妈下午到。有这么着急吗？我是不着急，关键是吴白着急，恨不得明天就把我妹娶回去。你们晚饭自己解决。爸，你这要去哪儿啊？买衣服，我得买件衣服撑撑场面呢。咱爸怎么？比我俩还紧张啊。妈，我跟您说，您今天见爱静，绝对绝对不能再欺负她了。我要是没有爱静，我就从这儿，看到吗？我就从这儿跳下去。知道。上次在医院妈对她不好吗？咱不说这个，我今天就是想跟您说，爱静她真的是一特别特别特别好的姑娘。论相貌，论人品，论学历，论为人处事，你这个女朋友啊，还真是比你强了不少。可就是，这年龄还是大了点。哎呀妈呀，我。您别老是不该说什么您就说什么行吗？就是喜欢这种比我大的，尤其是爱静这种比我大3岁的，我觉得刚刚好。女大男小可是大福气啊，我老婆就比我大，比我会做人，会办事。师父，同道中人啊，看到没有？爱静真的特别好，你看，她每次训我，都能把我训得服服帖帖的，倍儿舒服。而且你看啊。成熟，有魅力，对吧？话剧演员，我知道了。那您说好，今天不许欺负他。啰嗦。不准欺负他，您先保证，发誓。发什么誓？那我放心了。
这个是不是我们前段时间逛街的时候你试的那身？对呀、啊，我在唯品会上看见了，比商场便宜多了，好看、啊，适合你，正式场合不能马马虎虎的。爸，你好了吗？哎呀，哎呀，好了好了，来了。咋不会走路了吧？可以啊，这样行吧？怎么走？帅帅帅！你看这这这啊，这就你最近这肚子长大了。这，我说爸，人家登门拜访，你这么紧张干嘛呀？我能不紧张吗？你说一天见两波男方家长，哎呀，你们真是心疼你们老爸呀。这不能怪我吧？是吴白安排的，也不怪我啊。沈哲不想落后，非得同一天见。哎呀，我说你们这。那个，吴白的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到？下午就到。我们先去外公家见叔叔阿姨。那行，妹妹啊，那我先不管你这边了啊。姐姐呢？现在马上。OK，Let's go。Let's go go go！ 加油加油加油！你说你们两个人慌慌张张的，来来，你又忘带什么？小白，啊，你不是说下午才来接我吗？我怕迟到，就先过来了。你快进来。家里没人。啊，我爸跟我姐刚出去。哎，你来正好，快快快，帮我挑下衣服吧。小白，小白，来帮我看一下，这几件哪个好看？叔叔阿姨喜欢什么样的？长袖、短袖，还是无袖啊？他们喜欢颜色深的还是颜色浅的？你喜欢哪件，就穿哪件。不行，我第一次见叔叔阿姨，我怎么样也要让他们觉得我特别重视他们才行。你还记得之前见我外公吗？你也是让我帮你选衣服。哎呀，可是这次不一样啊！你想啊，我第一次见阿姨，那我不能让阿姨觉得我品味不好啊。其实他们早就见过你了。早就见过我了？什么时候啊？我房间里到处贴的都是你的海报跟照片，他们早就认识你了。那这不一样，他们没有见过会动的我。别担心了，我爸妈呢也是从小一起长大，都是初恋，所以他们特别开心，我能跟我的初恋在一起。那就这个。爸妈，外公，哎呀，来来来，哎呀，请，哎，快过来啊！外公，哎，我终于见到你了，哎，请。阿姨好，哎好，哦，这可是咱们未来的二媳妇，不要总是板着脸嘛。啊，叔叔好。啊，哎，请，你好。爱情啊，阿姨想跟你聊几句。不，阿姨，你陪我聊，过来，陪我聊。妈妈好久没见你了，来。这下好了，你跟小白，这韩山岩跟年年一起结婚。哎，这个婚礼事情要准备了。小白，他求婚了没有？啊？哎，小白啊，求婚是大事情，女孩子啊，就一辈子就一次啊，怎么浪漫怎么来嘛。我求过了呀，求。外公，小白已经跟我求过了。啊，那你还蛮满意啊？嗯，满意。哎，那就好了，那就好了。就是这么大的事儿呀，算是落了听了。哎，小白。我听说沈哲的父母今天要来呀、啊。哦，对，是跟他姐姐一起吃午饭。哦，那我们不是显得落后了吗？显得我们不是太积极呀、啊，不太好吧？这没什么吧？
总归有一个长幼秩序，先去人家姐姐那里也是应该的嘛。那以后啊，咱们得常联系，是是，有时间多来玩儿，是，心情好了，身体自然就好了。对对对，也欢迎您去广州，到时候咱们一起喝早茶。一定一定啊。静静，哎，阿姨以前想不开，你别往心里去啊。怎么会呢，阿姨，您千万别这么说。嗯，那行，叔叔，我先带我妈上车了，下次再来看你。行，好，那您慢走。好，那我先走了。哎，再见。阿姨，我送你。好，走吧，慢走啊。妈，我跟爱卿说两句。嗯，拜拜。你过来。干嘛？什么干嘛？例行公事见完家长，也不跟我腻歪腻歪。哼，那不是我爸和你妈都在呢吗？我晚上来找你，不许说你没空。有空，我爸晚上去见五百爸妈，我刚好不想去。那好，晚上见。嗯。叔叔，那我先走了，下次再来看您。再见，照顾好你妈妈啊！好嘞。沈哲的妈妈也是比较传统，你呢又是个硬脾气，我估计你们俩以后碰着还得吵架，你得有心理准备啊，你得让着点，知道吗？行，爸，我让着他。怎么说话呢，这孩子？哟，你妹妹那边要来了。来得及，您走着去就行。啊，怎么来得及？时间紧迫，我还得换套衣服呢。换衣服？您不是穿着西装的吗？买了两套，你和你妹妹一人一套啊！赶紧的，帮我叫辆车，我去换衣服了啊。好。嗯。哎，爸，你慢点。啊，行了，知道了。这么近，车都不好叫。怎么样？您不是去换衣服了吗？换了，换了啊！您不是买了两身衣服吗？是啊，买了两套，一模一样的。嘿嘿，怎么样，老爸对你和妹妹没有偏心吧？嘿，车叫了没有？叫到了，就在楼下呢。那我先走了啊。奥利给！奥利给！什么东西啊这？哎呀，请慢用。哎，好，谢谢。哟，哎呀，外公，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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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给您介绍啊，哎，这是我女婿，亲家，亲家，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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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女儿，哎，你好你好你好，咱们先坐下再聊，好，好，好，来，请请请请请，外公这边请，好，哎呀，好了，外公啊，你坐这儿，好，好，来来来来，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坐，来坐，哎呀，哎，亲家，请坐请坐，请白，哦，哎。啊啊啊啊！这孩子不错啊，这谢谢谢谢谢谢啊！爱卿爸爸，哎，我妈也是第一次见女孩子的家长，没有什么经验，要是有什么礼数不到的地方啊，您多包涵啊！哎，您太客气了，没有什么礼数不礼数的，孩子们喜欢啊，要在一起，要结婚。那就接呗啊！咱们做家长的坐在一块儿，一起吃个饭，咱们就是亲家了啊！对对对，我们就是想给他们买个婚房。妈，我自己买。我可以跟小白一起买。你们想买多大的？也要考虑到未来孩子的问题啊！哎，对对对对对，宝宝的问题很重要。哎，他们决定了要生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啊。咱们先聊结婚吧，一步一步来。是啊是啊，咱们就一步一步来吧。哎，其实吧，五百妈妈呀，就是想给儿子送东西，但是送不出去。从小呢，我就让五百学着要独立，所以就让他做家务、领薪水、当零花钱使。所以一直以来啊，五百都很独立。哎呀，五百这孩子，一看就是教育的好啊。小时候住家，哎呀，这个是你还行吧，我习惯了。那我们两个人结婚以后，你那些好习惯就是保持了。什么好习惯？做家务的好习惯。如果你喜欢，我天天做。
口。啊。嗯，终于可以单独跟你待一会儿了。上午不是刚见过吗？那怎么能一样呢？上午那么多人，单独见才算见。哎，你觉得我表现怎么样？嗯，马马虎虎吧。怎么能叫马马虎虎呢？我那个表现明明就是完美优秀。嗯，自己都知道还问我干嘛？那不需要得到老婆大人的肯定才行吗？哎，嗯，我们是不是也该提上日程了呀？什么日程？结婚的日程啊。你说吴白跟爱情都要结婚了，我们还等什么呀？人家吴白都追我们10年了。十年怎么了？我也可以追你10年、20年、30年，结婚之后我也可以追你的。你今天吃了多少颗糖啊？嘴这么甜，三两句话就想把我骗走是不是？哎呀，天大的冤枉呀！老婆大人，我对你的爱，天地可见，日月可照，你怎么能说我骗你呢？耍赖。反正我就是赖上你了。不够，还是不够，不够。你还不回去吗？一会儿我爸就回来了。回来就回来呗，正好帮忙做个见证。外公啊，您慢一点啊！今天都吃好了吗？好，吃走。是啊，是就是慢。外公啊，您是长辈啊，那改天呢，我亲自去看您。我等你啊。好。爱琴。哎，外公。有空多再来看我啊。放心吧，我会经常去看您的。嗯，好，来。好了，爸上车了。上，我送一下外公。来，我送一下。改天见。好，改天见。好，改天见，爱琴。拜拜，叔叔。你到家之后跟我打电话啊。嗯。快走吧。拜拜，外公，拜拜，叔叔。叔叔再见。再见啊，再见。拜拜。拜拜，叔叔阿姨。终于完成了一个重要的任务，还一次完成俩。今天辛苦你了，老爸。我说这吴白这孩子还真不错啊，你得好好珍惜，别欺负人家了。哎呀，我什么时候欺负过他了？行了，咱们回家。走吧。嗯。哎，不错啊。嗯，那后面怎么弄呀？哎呀，这个多简单呀，爸，你就把它移下来，嘣，嗯，优秀，哎，过了，嗯，哎，我这昨天晚上想了一个晚上，嗯，哎，我说要不然你们俩一起把婚礼办了呗？嗯，我不急。你不急，你是姐姐，比妹妹还大一岁呢，还不着急？我还想再考察两年呢。也对，沈哲这孩子看上去没有吴白靠谱，那就再说吧。爸，沈哲还叫你玩冰果消消消呢。你不是说要考察吗？你又不干了。哎，你怎么样啊？要不你先。我觉得爸，你看，我们才见完小白的父母，嗯，慢慢来呗。慢慢来，
人家小白的父母，尤其是外公，那么的重视，怎么可以慢慢来呢？快，一定得快。你听我说，你跟小白啊一起把婚礼给办了，就在下个月。下个月？怎么了？不乐意啊？不是，当然不是了。外公说下个月我们一起办婚礼，我当面跟你说吧。本来想明年你生日的，但是爷爷都这么说了，碰巧他也在国内，就现在办了，踏实。我们两个连结婚证都领了，你还有什么不踏实的？不住在一起，当然不踏实。嗯，小白，快点。叔叔，哎，小白，来来来，坐，吃山楂球。爸，他不坐了，我跟小白进去说几句话啊。你们先吃。哎，你刚刚说下个月就要办婚礼啊？啊。可是这也太着急了吧！我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呢。外公说了，这样刚好可以赶上国庆节。但是，我们结婚证还没有领呢。证件我都带了，一会儿我们就过去。一会儿？啊，我查了，今天是工作日，能办。陪我去看看。惊一乍神神秘秘的干什么？嗯，爸。啊啊！哎呀，这门怎么回事？会动？门？那个，我跟小白想一会儿就去领证。领证，嗯，爸，你在找什么？哎呀，领证需要户口本。随身携带户口本啊！哎呀，上回见了小白的爸爸妈妈，我就准备好了。谢叔父，人家都不舍得嫁女儿，你可倒好，恨不得把我们俩捧手送出去。那是因为小白他优秀，换别人我还不愿意呢。小白啊，结婚就意味着你们两个人开启了完全不一样的人生，你准备好了吗？叔叔，我已经准备十年了，放心吧。好，那我就把妹妹交给你了。真的准备好了？想好很久了。走吧。走吧。
我数三二一，两位笑一下。嗯，好。三二，先生。哦哦，再来一个啊。好，我们再来一遍。嗯，三二，先生。小白，你在干什么？结婚照不都这样拍的吗？切，你说的。九七啊，五百，你知不知道现在新式的结婚照和以前不一样了？你得多做点动作，别傻站在那儿。是吗？你听我的，你常年在国外，你回国内又忙着比赛，你肯定不知道最新的潮流趋势啊。这样，你要是实在没招的话，你就多做点动作，像这样。对，你得把你的爱那么表达出来，加油。不好意思啊，再来一个。我们再来一遍啊。你就把手放这儿就行。三，下一个。二，一。糟了，忘了跟吴白说了。新式结婚照得去照相馆专门照，不能直接去民政局照的。他应该知道吧？没事。我们这样，就算领完证了。对啊。那如果说我现在后悔了，还来得及吗？想都别想，走。谁的电话呀？我爸。啊。喂，爸。喂，丫头啊，怎么样？证领了吗？领到了。哎呀。我跟老帅哥回家住了，今天晚上你们俩刚领完证，好好享受二人世界啊。不用，我送他回去之后我就回俱乐部了。你干嘛回去啊？你不是放假吗？吴白，你就住咱家，别客气。啊，对，我已经做好了一大桌子好吃的东西，你们得吃完呢啊。那我们俩就不打扰你了啊。哎，那好好享受二人世界。对，走吧。走吧。家了。哇，我爸真的做了一桌子好吃的，还准备了酒。醉到昏过去。